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听医生讲看脉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脉，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早起11点到12点播出，多谢大家收听。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陈永兴医师，真欢喜咱今仔日邀请到我的同学，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留伫高医吼，做这个影像医学啦吼。下面我会请吴医师解说这个影像医学是伫创啥啦吼。吴定国医师吼，吴定国医师是咱台南北门。吼、哦，将军乡啦，吼，北门，北门乡，吓，北门乡，吼、哦，迄、那个盐分地带啦，吼、哦，遐算讲真善车的即个庄卡囡仔啦，吼、哦，伊，定国你嘛台南一中的嘛，我台南一中，所以咱等于讲从台南一中到高一十年，同学，十年同学啦，吼，伊是阮一班毕业吼，做这较少人行这条路啦，吼、哦，影像医学。唔过足重要啦吼，所以今日要请伊来甲大家分享吼。咱即马即个现代医学进步噶，安即马即以前讲翕电光足简单呢，翕一张 X 光尔呢，即马唔是呢，或有啥物电脑断层，有核磁共振，有啥物导管摄影吼，哦足济啦，进步噶实在唔是干那讲诊断足方便，甚至即马阁会当。介入性的治疗，所以这是医学进步要安怎让大家来使用哈，真要紧的一个范围啦哈。定光兄你好，老早，老早，嘿，真欢迎你今日来上阮这个听医生讲看嘛节目哈。你高一毕业了，我会记你开始是先做心脏内科。内科，我先伫内科训练4年，哦，啊，然后先主治医师做心脏内科做2年，嘿，你后先我去学这个影像医学，去国外学，你有去美国？因为这嘛是一个机缘呐，就是讲迄当时高一大学院长是迄个陈进木教授，哦，陈进木院长，感觉讲。哦，因为迄东西开始咧发展，哦，心脏血管的介入治疗，哦，心血管，因为伊去美国，哦，看了后，伊感觉讲高医无发展这个方面袂使，哦，就迄东西伫南部拢无人有这个导管的设备，哦，啊，所以，哦，伊就甲我讲，哦，啊，无我甲你派去美国，哦，甲阮姐妹校关系的阿肯色大学，哦，阿肯色中心，哦，哦，啊，互你伫遐。学到哦，这个哦，心导管的心导管加迄、那个哦，心导管以外的血管的介入的治疗哦，啊，你等下甲高医建立这个导管的设备，啊，甲发展这个哦介入的治疗啊。哦，所以高医的导管室是你设起来就对了哈。哦，听众朋友有做过导管的，可能嘛未少吼，即马这已经变足重要。不但是一种检查，嘛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啦，吼。定国兄会使佮大家详细讲，即个心血管导管的摄影，即摆差不多进步到甚物程度？哦，因为哦，阿未开始前，我先佮大家介绍讲，哦，电脑断层摄影的血管摄影，哦，对，因为这是哦非侵袭性的检查，对，哦，你心导管的检查，咱得爱对，哦。这个脑动脉，还是伫腹股沟遮的动脉，吼、咱的总骨动脉的所在，先用一支针插入去动脉内底，然后先放一条较软的导丝，吼、然后较插一条较硬的导管，去来交伫冠状动脉，心脏，还是其他你要爱的血管的开口，然后较甲显影剂注入去，较来翕相，诊断讲，对一条血管有塌裂，还是有狭窄到，需要治疗的程度，譬如讲一条血管，那塌的差不多超过70%以上，大概有需要做进一步的迄个介入治疗，来给伊处理解决伊这个缺血的问题安尼。但是
这是一个较侵袭性的检查，对，比较上因为爱插动脉，啊，佮而且爱甲一条导管搞起来伫冠状动脉内底，啊，咱的冠状动脉是差不多3.5毫米至5毫米，迄种细条的血管内底，对啊，佮要冲米啊入面，直接佮拉一下，有当只看敏感的人，即冠状动脉就痉挛，就揪紧起来，啊，是有当时啊，即出口先让佮正常的人较无同款，伊的位置吼较悬，啊，先较后壁。你要搞得较困难，啊！你来换过来条导管，而且有当时啊，这导管特别即个足一个奇怪的角度，较足歹穿啦。哎，较会固定，互你去灌显影剂。啊，有当时你硬甲挤挤，有当时啊，这冠状动脉的剥离啊，啊，甚至就塌掉咧，啊，所以就产生一挂并发症的出来。是较危险啦，吼，有一点啊危险性，唔是无啦，吼，即介入性的吼。啊，但是到差不多2004年左右。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当用电脑断层摄影来做冠状动脉的这个哦血管造影啊，对哦，啊按当初就是人在讲什么 CT 啦哈，哎、欸、对，就是电脑断层的什么64切、128切、256切，哦，愈来愈进步，即马做啊什么600几切去啊，320切，哦320切啊嘛，就是讲哦，迄什么几切，就是讲。几分钟内底翕几张相的意思，哦、是不？啊，无嘞，是啥物意思？几切的意思，我先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者，因为哦，这当时啊，恁若无了解吼，哦，无了解，你有当时啊，会互医生讲，对啊，讲64切、128切是啥物意思？几切的意思就是讲，你这个电脑断层摄影的扫描仪顶管有几块侦测器，嗯，哦，譬如讲。64切就是表示讲，这台 CT 的侦测器顶管有64台。哦、oh. 欸，哎啊，我会当适当的把64块哦侦测器适当的来应用。嗯，所以就是有64的角度在摄得到，还是64台侦测器？啊，就放64的侦测器点在给你看就对了哈。侦测你的血管摄影。啊，那128的就是128的侦测器所在哦。啊，那一台机器会当放啊320个诶，这个侦测器的对。啊，迄个日本的诶，迄个东芝公司，伊就发展一个哦，322切的诶侦测器，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拿这个心率哦，较无遐尼规律的时阵，哦，伊这个320切，因为伊差不多一个按两个心动周期，就当甲规个心脏的压伤拢总退起来，嗯，所以就较有优势，嗯啊，但是。328侦测器，侦测器愈大地，你影像的品质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啊不过以即卖做冠状动脉影像标准的迄个是64切以上的机械，都会当做到哦技术上的层面，技术的成熟度哦成功率都会当接近90%啊。哦，哎，啊你若讲哦128切，特别是像迄个西门子公司，因为别人拢无法度通设计双。哦，球管双侦测器，跟他西门子公司一设计两座64切的，哦，啊，所以快速的起降，128点的，把迄个空间的，把迄个时间的解析度降低到75毫秒，哦，啊，就足紧的啊，哦，一秒钟无到一秒就掉啊，啊，所以大约差不多5秒钟的时间，就会当把规个心脏冠状动脉啊，像拢总提起来。哦，所以不管对什么无同的，对，拢看会到，安尼无同的角度拢切。是啊，是啊。所以你学这吼，对高医术足大的贡献呢，建立这个导管室吼，啊，即马这伫临床已经会使讲足普遍的使用嘛吼，我家己吼。嘛，差不多2个月前吼，嘛去做64切啦吼，啊，就是因为我捌安尼心绞痛啦。咱咧讲的心绞痛，就是讲吼，这个冠状动脉，咱心脏本身的血管吼，那不是较狭窄啊，啊，就是讲有痉挛吼，啊，血流较袂过的时，啊，心肝骨啊，遮就会闷闷疼疼，啊，是讲的，你若去爬山较悬的所在，氧气无够。啊，是运动较激烈，啊，就会不舒服嘛。啊，所以医生就叫我做，啊，做了吼，甲我讲哇，啊，你迄心脏的血管钙化足严重，啊，就即马电脑拢有法度甲你测量，讲超狭窄几趴啦吼。讲哦，你这可能有超过70%的狭窄吼，可能爱去做导管控支架。哦，我迄阵嘛烦恼个呢，我想，哎，真麻烦呢。啊，毋过坐回来拢加减即个
心血管的问题会出来啦吼，敢若脑的血管脉出问题，中风嘛是足普遍的代志。我迄阵就是有摕这个，我伫罗东圣母医院翕的这个片子，摕倒来吼吴定国医师看吼，伊即摆也伫高医啦吼，啊伊甲我看看来讲，可能也未遐严重啦吼，啊无做导管入去看上准安尼啦吼，所以我到尾也有去。台北的长庚医院有来找阮高医的好友哈，这专门做导管的医生啊，真正对骨，我是对骨动脉，就是对大腿遮，吼、哦、啊，穿入去，啊入去看，哦，伊讲好佳哉，50-60%的血载啦，安尼好，也唔免控制遮，啊所以因为你的冠状动脉吼，钙化的斑块较济啦，对。啊，这当然是跟你的遗传基因有关的。嗯嗯。啊，所以那钙化斑块较侪吼，因为这钙化斑块伫电脑断层下，伊会呈现开花的现象，伊会膨胀。OK。啊，所以有当时要判别讲狭窄的百分比哦，就会较困难。嗯。啊，所以有当时要爱靠这个传统的心导管，吼，把这个管腔的狭窄看较清楚的。嗯。但是这个技术就爱加阮即卖咧做的电脑断层。冠状动脉血管所以互相配合来用，对因为安怎呢？传统的心导管是干那会当看到管腔的狭窄，嗯，伊无法当看到管壁的情形啦。OK， 好啊，因为咱若就讲迄个急性心肌梗塞啊，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病人内底、嗯，真正有管腔狭窄的，才占30%呢。嗯，70%的人是管腔无狭窄，嗯，但是呢，真不幸就是讲，伊塌伫冠状动脉内底迄斑块是油脂含量较侪，嗯，啊，迄油脂含量较侪的斑块常常很脆弱，很容易就破了，啊是裂去，嗯，啊你若无破无裂去。都无代志，因为你的管腔狭窄没有达到70%，没有血型动力学的变化，你平常嘛未感觉安怎？对。啊，但是呢，你若把你这斑块破去，还是裂去，哇，啊，等下就炸弹爆炸了。对啊。万一你伫伊个杀伤剂内底，你运气较歹，命就无去啊。虽然三不五时啊，拢有机会听到咱辛苦的亲戚朋友，嗯，话讲啊，都在讲电话，啊，讲我啊断电话，啊，上医药病院就别付啊。咱古早讲，迄叫做心脏麻痹，啊，我甚至较离谱诶，心肌梗塞，讲暗时要去困好好啊，哎，啊天光，困起真系拢无去，啊，太无来洗漱洗面，当准备去上班，天下看下知影讲，哇，断去啊，哇，伊就是讲，迄个斑块你咧困的中，去裂去，哦，裂去啊，是破去，啊，内底物件流出，瞬间规条动脉塌起来，啊，因为你以前的狭窄无达到有意义的狭窄。你无发展侧柱循环、嗯，所以你无侧柱循环的心，下底足滑平的心肌就死去啊，啊，就产生哦致命性的心室纤维颤动，啊，有当时5分钟尔，你就不能甲你救，你就无机会啊。哎，卫生局医生伫病院咧工作发生，马上送去心脏梗塞做处理，有当时嘛救袂赴。所以这部分吼。即卖医学嘅进步，会当避免真侪即个遐紧急嘅状况啦吼，所以大家要安怎好好来运用即种嘅技术吼。啊，即个差不多是你讲你差不多70年代去美国学习嘅，还是80年代？你迄阵去是当时？哦、我迄阵去是学迄个传统嘅心导管。对，啊，你要等来建立即个导管了，建立导管室了后吼。啊，电脑断层摄影的血管摄影，伫差不多是2002年开始发展。哦，啊，阮伫隔一是差不多2004年，阮就引进16倍的 CT， 一百多会当做冠状动脉。哦、okay ，虽然迄当时技术上的成功率大概差不多70%左右。哎、嗯，啊，不只卖，搁再过到2008年。阮就有买64倍的 CT 一摆，哦，迄东西诶成功率就当达到90%。啊，因为你若用药啊，甲心跳率降落较差不多65以下，你做起来也上就有真短的价值。对，嘿嘿啊，这除了用伫心脏，其他的所在也会更。头壳顶到脚头乌，头壳顶到脚底，拢总会当用，拢会当用嘛，拢会当用。所以末梢的血管嘛，拢会当用。末梢你都袂叮当啊，你想心脏是每个你每一上拢要叮当的物件，你要抓得住它。无遐简单啦，啊，剩的就较简单啦。啊，你剩的袂叮当的，所以环境来合作，做起来拢足水。是啊，拢拼个清清楚楚啦，吼。像阮即卖咧做吼，你环境啊个倒伫台下顶咧吼，我就甲伊规身躯拢翕了。对腰部差不多第三腰椎以下到脚尾，也会跟规拢看清楚。环境啊个还袂落床咧哦，我就先看清楚。OK， 啊，脑的部分咧，脑部嘛同款，同款。所以即卖中风嘛无一定爱，若无破气出血吼。敢那塌的吼，敢那买使用导管处理吼、哦。对，即过去即差不多
十年来，哦，这个哦，这个脑血管哦阻塞哦治疗的经导管治疗的技术，非常有突破性的大跃进的进步。因为过去的时阵，哦，比如讲头个十年前，我是把导管撑入去到迄个血栓内底，啊，对血栓内底注血栓溶解剂，哦，但是血栓溶解剂有一个困难，就是讲患者若上来时间较慢，你得血栓溶解剂溶解效果就慢，啊，而且有当时啊。好个歹，啊，阮就当只爱做较大量的血栓溶解剂，等做较大量，有当时就会产生出血，所以风险就较悬。啊，即摆阮拢用起酸的技术，就是讲利用很精致的导管的即个技术，哦，改导管上入去到血栓内底，啊，把规个血栓吸出来，啊，真个因为即个技术的进步，有当时二十分钟就即个血栓就互你当摕出来，啊，有当时患者打一摆，啊，佮安尼小可安尼意思不太清楚，你血栓应该摕出来先，清清清清就好起来，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即个突破。好，咱先听一段音乐，我过来继续请教吴医师哈，嘿。双人所看的月圆，若亲像欢喜着咱情意甘甜，为怎样今日孤单，站在故乡的山边，只有。是薄薄的梦，伴阮心稀微。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陈永兴医师哈。
今日伫空中和咱采访的吼，是吴定国医师，吴定国医师吼，伊是高雄医学大学一个心导管摄影吼的专家，嘛是影像医学部吼诶负责人吼，伊伫高一毕业了，先做内科心脏科，到尾啊去学这个心导管的这个摄影含介入性的治疗吼。哦，这救真侪人啦，实在讲的吼，过去这心脏血管啊脱掉咧，差不多都再见啦。啊，即马吼吼，足侪拢救倒来吼。啊，即马连这个中风吼，这个血管脱掉咧，咪使用这个导管的方法来处理。啊，这嘛会当运用伫像讲癌症的诶，这个栓塞治疗，哦，这是不是嘛有得用吼？这个用途是足大啦吼。譬如讲，咱除了讲过，拄只脑的动脉它的紧急的起栓，以外，搁有迄个脑动脉瘤吼，的栓塞，因为脑动脉瘤你脑无处理，很容易破裂，造成这个出血性的中风，引起就是脉下降出血，有当时啊，拢有性命的危险。是，啊，另外就是讲脑内底搁有一个较棘手的动静脉畸形。哦，迄拢会当用栓塞来治疗。OK， 嘿，啊，所以这个方面电脑的部分就足大的这个应用。进步。啊，而且脑部大的静脉，哦，栓塞，迄买当入去个溶栓，哦，嘿，安尼，迄拢会当用到。啊，过来除了这以外，伫下肢的动脉，哦，赶快拢会当做类似的这个治疗。哦，啊，我们就是用导线先通过狭窄的地方或阻塞的地方，然后把气球导管先撑起来，然后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地方哦，用一个适当大长短的支架，口径大小的支架，把它架在这个地方，哦，就恢复它的这个血流。那技术不断的这个进步，以前都是只有腔内的治疗可以，现在主要可以通过，不管中间有没有一段在管腔里面，只要我们可以通过近端、远端接起来就好，中间我们可以不管它，我们用支架把它架起来，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管腔。哦，因为你原来的管腔已经坐状硬化了，已经不好了。那你从这个血管内膜下腔进的时候，这个路是好的，我们可以架一个新的管腔出来。哦，各位听众朋友哦，这敢那你水管脱掉了吼，要安怎清互通就对啊，可以当建立新的水管了吼。唔过吼。恁来甲想诶，血管是偌细条，伫迄个遐细条诶血管内底，搁要穿导管，搁要藏支架吼，迄是确实足无简单诶，即个技术诶突破吼，即医学诶进步。啊，咱大家上即个较常常听到熟悉，就是咱李登辉前总统啦，吼，伊毋知藏九支还是十一支诶支架，而且。你看迄个无简单，一个心脏内底。因为李总统伊本身汗臭真好，是，还佫有长期咧拍高尔夫，嗯，所以伊迄个运动量拢有够，嗯，所以伊迄个像迄对角动脉吼，人别人拢是差不多1.5米至2米很细的血管，特别控制起来拢真困难。但李总统伊迄种达到3米，所以有机会，迄个还狭窄，拢会当控制起来，所以就无简单的咧。哦，你看安尼活到90几岁，佫遐用吼，迄就是吼，好加在有这现代医疗的技术的进步啦吼。啊，吴医师，咱除了这个导管啦吼，啊，这个拄只讲电脑断层这种的粒面一直咧进步，即马佫有甚物迄落核磁共振，迄叫做 MRI， 迄是啥？哦，这个磁振造影的磁振造影，正式咱大家公认的名字，在中文上就叫做磁振造影 ，OK， 或者叫大陆叫做磁共振造影 ，OK， 就简称叫磁振造影而已 okay,、哦、它没有辐射性，它是利用我们给身体的组织一个很强的这个电磁波，嗯，然后把这个电磁波关掉的时候，这个组织会吸收电磁波的能量，电磁波，然后它会释放出这些能量出来 ，OK，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物理转换的公式，把它转换成这个影像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然后在80年代开始慢慢的这个发展，然后先有解剖性的跟这个病理性的这个诊断，然后慢慢的到了这个201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功能性的治疗，还有其他。功能性的这个检查，还有其他的新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影像的这个技术出来，所以可以像针对以往这个
哦，台湾因为这个地中海型贫血的病人还是蛮多的，嗯，那从小就要不断的输血，嗯，然后输血太多了，这个铁质会沉着在心肌，造成心脏的衰竭，而且那个心脏衰竭一旦出现的话就很困难，嗯，那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磁振造影去检查这个沉积在心脏里面的铁的量多少，哦，一旦查出来，对，哦啊，然后可以让这个啊肿瘤科的医生知道说我要给他输血要打多少排铁剂。嗯，这样子，哦，连这样都可以做得到。OK， 所以起码像讲，那怀疑有癌症哈，嗯，跟他较小的这个肿瘤哈，这磁振就拢有法都吹出来哈。现在大概从头顶到脚底的话哈，嗯，如果是一部很精良的这个3T 的这个磁振造影仪的话，它大概在0.5公分。到1公分的肿瘤，大概都有机会可以侦测得出来。啊，这都早期发现就重要。而且我们不但知道说它长肿瘤，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哦这个特殊的这个啊脉冲系列，可以让你去判断说，哎，这个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哦，已经有达到，已经给障碍啊，对，达到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个程度，虽然我们不知道说是哪一个病，但是我们要诊断良性恶性，是以现在的磁振造影就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查出来。对，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对，所以今嘛这种的检查，我想嘛真多听众朋友吼，恁呐去看医生啊，医生建议你要做这个检查啦吼。啊，你就知影讲这检查的用途吼，伊的准确，也是讲伊这个目的是为着要找出什么物件来吼，这拢有真大的帮助啦吼。啊，不但是安尼，这磁振共振这个检查吼，不是干那检查讲你伫迄个结构解剖上，哦，像讲啊，你有生肿瘤，这都是你解剖上出问题嘛。对。啊，你骨折，这一翕就知嘛，对不对？解剖上出问题，起码可以当检查功能一问题啦，吼。然后脑的功能出问题，吼，你分泌物啊是迄个伊的荷尔蒙的变化，嘛差也出来呢，吼。哎，有一些是可以，但是不是说全部啦。OK。因为已经现在在针对各种不同的疾病，发展不同的这个磁振的影像方式。哦，对。我发现讲，阮迄精神科嘛有迄安尼讲，你脑的迄个血流量，还是迄个变化，吼，一差也出来。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磁振造影测出脑部的血流灌注的这个情形，对，还有血流的传输的速度，还有血流量，通通可以，是了，非侵袭性的就可以做出来。啊，所以哦，伊也就讲，你有咧想代志，无咧想代志哦，翕袂随灾呢，哦，还是讲哦，你有食药啊，药啊作用，哦，拢随翕会出来呢，我觉得足厉害呢。是啊，因为咱的脑咧运作的时阵，就是脑相关的地方。在中央的地方就会有一个亮点，活化的被激活的点就会出来，集中起来亮点。对，哇，这是真正影像医学进步哈，但真正很难想象，这差不多拢是这一二十年来的变化，差不多15年，这15年来，哦，但是较进步差不多10年啦，这10年，因为超过你是咧发展迄个技术嘛，嗯，啊，较成熟是差不多10年来诶，这个技术，哎，所以过去，哦，这脑认知的科学，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的，慢慢的就被我们哦这些这些谜就慢慢被我们解出来了。对。啊，影像医学部嘛有迄个核子医学有无？哦，核子医学是核子医学科，迄不是一般的科，不是伫恁内底的科，哦，啊，但是有当时啊，我会记得迄阵。嘛，捌讲这要迄个检查这个心脏的这个什么功能，讲伊迄个氧气的迄，那个，哦，对，这个心肌灌注。哦，心肌灌注，啊，这是。咱拄则讲到吼，电脑断层冠状动脉摄影是看到血管真的本身血管本身的结构，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哎，你流到心肌终端这个地方，这个血流灌注的情形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要看这个的话，磁振造影可以，磁振造影可以，还有那个这个核子医学的那个这个塔99
哦，或者是这个头201、哦、都有很好的那个检查的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颗粒非常的小，可以知道最末端的这个地方灌注的血流是不是够不够、嗯、有时候像我们做现在不管传统的心导管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电脑断层冠状动脉造影、嗯、没有办法侦测到小于一毫米以下的血管、哦、所以到底一毫米以下的静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哦、所以临床上很多心脏科医师如果根据这个核子淤血扫描出来有缺血的现象，还是认为说可能那个是很小的血管的这个病变、嗯、特别有糖尿病的病人容易有这种微小血管的病变、哦、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传统的心导管、嗯、我们的电脑断层冠状动脉摄影没办法看得出来、哦、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个心肌还是血流有灌注不良还是有缺血的这个现象、嗯、因为它那个颗粒是非常的小，大概在30到50毫米、okay. 那么小的这个颗粒、哦所以还是非常的有用、啊、所以如果说看到有灌注的问题的话，那就可以进一步来做我们刚才讲的电脑断层冠状动脉摄影或者是传统的这个心导管的这个检查这样。 OK、哎、我最近又看到一个健保局说要提供、哦哎、那个微量的 CT、哎、来提早检测这个肺癌、肺癌，对，这讲到这吼、個，这就是过去来电脑断层摄影来这十年来，伫这个肺部肿瘤侦测最大的一个突破。哦、因为这个不断科技的进步，哦，侦测器做得越来越精致，越能够看到小的东西。嗯、现在一个肺肿瘤的话，我们如果薄切到1.5毫米薄切的话，大概有机会看到0.4到0.6毫米那么小的这个结节、哦、就可以看得出来、欸、对，所以以前、哦、本来大家想说、啊、如果翕这个电脑断层因为会吃到一些放射线、哦、电脑断层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切得很薄、嗯、所以它累积起来的辐射剂量会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对啊，但是因为过去几年来，因为科技的进步、嗯，因为肺部的组织也密度减小、嗯，所以我们用的这个 X 光的输出量很低，嗯、就可以达到好的这个成像、嗯哦。因为肺部它里面大部分都是空气嘛，嗯、气管、哦、都是比较松散的这个密度比较低的这些组织，对啊，所以你这个剂量不用那么高。Okay. 我们现在做一个低剂量的电脑肺部的扫描，大概差不多0.5毫西弗那么低的这个剂量、哦，差不多是200张胸部 X 光的剂量。安尼就叫做安全的了。对，啊，安尼一旦足早期就抓到这个肺癌吼，因为即马肺癌吼，变咱迄个十大死因第一名。哎，因为过去这十年来吼，因为空污的关系、嗯，所以造成很多的哦，这个病人得到了肺腺癌，嗯、不是以前老烟枪。嗯，这个得的这种哦鳞状细胞癌那个不一样，哦、所以空污没有抽烟的人得肺癌，嗯，变成满街拢死啊，就是啊，所以就咱就爱真注意这类、個。咱古早是肝癌上多，哎，啊，今嘛肝癌少去啊，对，因为咱今嘛台湾这个乙肝、乙肝吼，咱今嘛拢有注肝炎疫苗。疫苗啊个治疗乙肝、乙肝的有啊，抗病毒的有啊进步，很主席。乙肝啊，乙肝注意力都可以达到70%以上。对，啊，这就是肝癌一直照去，一直照去。啊，即马煞变肺癌啦，啊，肺癌更不是干查甫的，嘿，哦，啊，个查囡仔嘛，足侪得着肺癌嘛，啊，就是你讲的这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啊，加上因为妇女朋友因为在厨房煮饭啊，可能如果厨房的这个通风不够好，又没有装这个排烟机，或者说排烟机。装的不够理想，哎，没有办法把这些多余的烟、哦、排出去的时候、哦、就会有产生这个肺腺癌的这个几率。啊，加在讲即马即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胸部的即个摄影哈、哦，很早就可以发现到，所以迄对肺癌的治疗就有帮助啦。所以即马健保我们那讲要提供即个给付啦。对。啊，我会记台大吼、哦，因胸腔科足提倡的，因甚至互家己的员工吼、哦，叫因都来做。我这就是差不多大约头6-7年吼、哦嗯，就是讲因为电脑断层虽然发展到这个时阵吼、哦，已经剂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所以那个时候卫生署就说，是不是哦，我们全台湾来做一个。哦、一个
这个预防性的不是这个真这个比较早期的这种早期发现发现的这个计划来看看对于这个早期肺癌的这个侦测有没有帮忙？嗯，啊，结果台大就把他们的这个有教职的这些员工跟见识哦，做了一个计划，嗯，然后那个计划出来，结果发现了哦，就有早期发现的、這個，给发现足侪 case， 对这员工的健康有足大的照顾，对，啊，这都是有那影像医学。那一期找到的就是包括我们陈建仁副总统，啊，就是啊，一把去用吹出来哦，啊，所以你看这。柯文哲市长的太太陈佩琪是是哦，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进步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家哈啊，然后这方面的问题啦哈、哦，应该去请教这个影像医学科的哈、哦、啊，像吴医师这款的专家哈、哦、啊，我相信会得到真好诶这个帮忙啦哈、哦。好，咱过来听一段音乐，我过来继续请教哈。公园落叶暗暝，江边树开叶青，看着阮目屎滴，不敢出声多看天，想起是谁人。啊，好情意，想今日辛苦，不是普通事。关天，天深露水滴白，心有闷无怨气，烦恼心中的家里，为难顺讲起，阮运命现在，亲像在水边，欢迎各位回来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陈永兴医师哈，咱今日咧采访的哈是吴定国医师，吴定国医师哈，伊是一个影像医学了哈，影像医学一个专家哈，拄则甲咱介绍真侪即马进步的这个检查的方法哈，用这个影像会当诊断，真早期就发现咱的病，也会当治疗。
哦，透过这个导管入面哈，在血管内底做真侪工课啦，哈、哦。嘿，啊，这哦进步啊，我以前咱因为我要做病院院长啦，好、哦，以前哦，迄 X 光片哦，好、哦，病院拢爱迄啰，老做给鬼畜精诶，拢咧看 X 光片，啊，即马病人来哦，都爱去调。找旧的 X 光片出来看，有即马拢变啦呢。即马电脑吼，啊随翕了啦，你去翕啊，迄落医生伫门诊的诊间电脑都看到嘛吼。啊，就电脑进步了，啊，含即个影像医学结合起来，这个影像传输啦吼。因为甚至大高雄买当看台北的片呢，伊真是足大的进步。因为迄个改善个云端，啊，就伫云端叫啦，就拢会来。啊对啊，啊这你也当小可讲一下，因为吼，好，这对。便宜是偌大的帮忙呢？起码唔免 X 光片吼、喔，无片起码无片的时代啊，就对啊吼。哎，这原来是阮影像医学过去来一个真大的一个进步啦。哦、嗯，过去就那陈医师讲讲，病院为了要除片，这除片术往往拢得留足大的空间。对啊对啊。哦，我那我伫隔音哦，迄东西拢那一个月就爱加差不多两平出来，安尼就对了。哦、对啊。哎呀，啊，比如讲几十万滴呢？那一个。脑血管摄影，四条脑血管摄影哦，摄出来正面、侧面同时哦，哎、嗯，一百张啦，啊，一百张，一张片，一张片，大家摆哦，啊，等下要看，要要收，吼、哦，就浪足够的时间。啊，即马拢无片，拢无片啊，拢藏伫电脑内底，咱伫电脑内底随时甲叫出来，唔、是一个人会当看呢，古早是一个人会当看呢。即马所有人拢所有的病因传播，你入去你的系统内底，拢总会当看。哦，所以。足方便嘞，啊！而且你搁免了时间，当买收迄片啊。你要叫对一组出来，就叫对一组出来。哦，啊，免收片。看了试一下，伊就。哎，看了试又去揪起安尼。哦，哎，当同时把照片搁叫出来比较。哦，你前一边做诶，啊，甲即卖就变成讲我咧做肝癌的栓塞。哦。啊，即卖改栓塞两个月啊，啊，即卖新的片安怎？旧的片叫出来比较，马上就知影。哦，你有进步无进步？啊，即个肿瘤脱有死无死？是毋是搁再脱第二遍、脱第三遍？哦，咱就马上会当知影。对啊，啊，你要找五年前的。对对对。啊，以前哦，干那去 X 光片室大啊敲哦，哦，找十年前的片，看要怎找？即摆毋是啊，电脑记录就出来。再讲一个新作故事啦吼。以前阮那高级，阮的高级长官，拢常常甲阮骂讲，你开不开紧把片拍出来？啊，你片都。病房照去，我就袂当拍片啊！哦，啊，即摆拢伫电脑内底啊，吼，拢互你袂好消息啦。主任伫电脑叫出来，就知影你啊，佫偌济无拍，要甲你罚钱啊，要甲你处分啦。以前讲，啊，都反正照去病房照去，我都无法当看到片啊。所以即摆拢袂好消息啦。即摆这管理加足好，对对对对，啊，对病人的服务嘛，加足好。啊，而且呢，你会当甲收，甲这。资料拢收伫光碟片内底，对对对，当互患者炸转去，哦，你要炸去美国，要炸去日本，哦，拢会当去到安尼。对，咱听种朋友吼，你若有去做检查了，你会使甲医生讲，哎，你收一块光碟片给我啦，吼，甲我所有伫只翕的，拢藏伫内底。啊，你这块片，你炸去甲美国给医生看，炸甲日本给医生看，拢会使。对对，我迄阵伫罗东翕，我就去登来高雄，哦，吴医师看咧吼，你看偌方便啦吼，啊，这就是讲医学的进步吼，啊，这影像传输吼，这实在有影了不起呢。我台大翕的，咱嘛看会到呢吼，啊，咱遮翕的拢总嘛挺好看。对对，哇，这实在是吼，对，而且可以共同分享，对，譬如讲你张片。你当提来可以，我抛不可。你当寻求第二个医师的意见，对对对，这是上盖重要件，重要件哦。对对对，我本来伫圣母医院因都支架都要甲我扛起嚟啊咧，啊我搁起来哦，有医师看看，伊讲嗯，可能不一定需要，啊我搁起去长庚，啊长庚做入面讲啊，真正唔免扛，哦安尼我都加我轻松咧吼，所以这就是讲哦，大家即马现代的人哦，你若看医生。爱会晓知影讲，即马现代医学的进步对你的方便伫对，啊，你会晓使用啦吼。啊，当然哦，找一个啊这方面的专家好的医生哦，绝对是会当予你真好的建议啦吼。咱这个call in的电话吼是0800529529吼，0800529529啦吼，0800529529吼。啊，听众朋友吼，恁若有关于这个啊导管的摄影啦、电脑断层啦、啊这个什么
核磁磁磁振造影，磁振造影吼，各方面这方面想要请教吴医师的吼，啊，利用这个足好的机会吼，啊，来卡电话来甲请教吼，来，咱接一个电话，哎、欸，请讲。请问一下，迄个囡仔做的核磁共振，迄敢会伤到头壳？哦，迄因为伊无辐射性，嘿，所以伊若无讲伊有啥物金属的异物伫内底，吼、哦，就拢会使啊。哎、欸，所以造成什么伤害？不会不会不会，吼，囡仔买晒做无问题。吼，你那三 T 一代的机械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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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因为伊也无放射线啊。嘿，所以这专家跟你讲，你免烦恼哈。免，因为伊迄是利用一个电磁波，哦，身体这。器官接受器官组织接受电磁波以后，释放出能量，借着物理转换公式把这些能量转换成影像，所以它没有辐射线，哎，没烦恼哈。OK。刚好，那显影剂干咪白出？哦，伊的显影剂是含钙显影剂哈，主要你的肾脏的功能那还够好，会当充分解白出，迄个会当煮。啊，那当然是未伊的剂型，那摆到一个程度，咱就未使解煮。阿姨，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好 ，OK， 来，我搁接第二通来。哎、欸，请你讲。喂。嘿。我要找迄个吴医师要甲请教。嘿，我伫家，我伫家。好好好。啊，我药剂哦，我是东港遮照的啦。哦。迄个照的啦，迄个啥，扫描的啦。哦。因为我两粒药剂内底拢有一粒。一粒买什么？还有做水泡，他们叫做瘤，还是关于了囊肿？哈，有水泡就。因为有剂良性的，伊跟他讲，伊讲哦，因为了一公分啊，啊一粒是一公分外，我甲讲啊，黑膏要紧，伊讲暂时不要紧啦。啊，良性的啦，哦，安尼有可能是迄个血管哦肌肉瘤啦，因为迄款的药剂较容易出现，啊，迄是良性的，迄款你观察就会使。哦，安尼哦，对，啊，但就是讲注意，唔能去弄着，吼，因为，伊个会跟原来较济。两边拢直接按不要紧哦。嘿，嘿，有当时会多花呢，是啊。哦，安尼哦，嘿，伊啊无食药无啥也无药。啊，你著甲观察就好啊，因为迄良性的，一般你讲若无叫破去吼，吼，因为伊往来牵迄落血筋，啊，有当时啊，你若是讲身躯有去弄着啊啥，有可能就迄血筋会破去出血安尼，啊，伊迄落呢，伊内底吼，伊迄胆吼内底讲有过一粒石啊呢，哦，石啊都若无发炎无疼。不一定都要退啦，嘿。好好安尼，嘿。哦，哎，这种的，我咧甲恁请教，这种的暂时都卖个管。嘿。但是得爱定期追踪。啊，你啊，你定期等于追踪。哎，本来哦，半年叫我去扫描。对。啊，毋过伊怎么啦？讲叫我一年呢？哦，对啦，啊，伊就是甲你追踪一段时间，你看伊无变化，伊甲你判断应该是良性的机会较济。哦，所以你得定期追踪得好，因为良性的物件原来会大，原来有可能会大，啊，你若大到一个程度。无你个一对着身边，还是创啥个时阵，你会产生症状个时阵，提前开来处理就会使。哎哎哎，好，安尼，谢谢啊。哎，谢谢。好，来，我阁接一通，请你讲。哎，医生好哦。哎，我要请问吼，迄个咱量血压吼，啊，迄心跳啊吼，心跳多少是最标准的？咱有量血压，哎，一个。OK， 这是一个真好个问题啦，真实用个问题。咱的这个心跳率吼，就是咱的像咱的赛车同款，都爱可快可慢。该快的时候它可以快，该慢的时候它会慢，未使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没有，我是想说，我们量血压都在看下面那个啊哈。是不能超过多少？哦，你是讲血压？血压一量血压，请问你今麦差不多几岁？心跳，我六十来岁哈。六十来岁，我今麦就是讲，我这个心跳的心脏的心跳啊，哈，啊是大约多少才是最好？你今麦是咧讲血压还是心跳？没有，不讲血压，是想说我量血压下面有一个心跳。哦、okay, 好。即卖的血压吼，那你六十几岁，一般都就是讲收缩压吼。不是，我不讲血压的事情，我心跳。
心脏跳，心跳怎么没量血压都在啊？我怎样？我拄只甲你讲过，就是讲心跳吼，爱像咱咧开车同款，该紧就会当紧，该慢就会当慢。譬如讲，即摆一只狗要甲你捉着，要甲你咬着啊，你无赶紧跳到130个，可你赶紧会当脱离这个险境。哦，啊，你暗时咧困，你都困到真甜。身躯的器官，拢无咧叮当，心中的塞水的血免很济。你即马量起超跳偌济啦？我即马量起吼，有时候是60啦吼，啊有时候肺五吊起来啊吼，变90。哦，安尼拢是正常的范围内底啊。哦，一般你讲吼，有没有一样？啊，跟脉搏有没有一样？心跳脉搏就是心跳啊，心跳就是脉搏。对了，哎，不要，就是130、140都正常的。那是运动的时，那是讲你在运动，比如讲你走的时，啊，就会较紧嘛，紧急的时，还是讲啊，平时袂遐紧啊，对对。啊，平时那60到90拢还阁正常啦，哦。哦，谢谢啊 ，OK， 好来，我阁接一通，请你讲。陈医师，我请问哈。我有糖尿病啦，但是我的心跳吼，那里一波拢是要离50出啦，至60就卡到。还好啦，嘿。啊，安尼还好啦，你几岁？我77啊，我有糖尿病。啊，血压是偌济？血压拢是要130左右。我真好啊。啊，迄落低拢是要60外。哦，安尼足好个啦。啊，心跳嘛，骨头拢50外啦。哦，对啦。安尼表示讲你的，哦，你若讲你的发电器。无问题，表示讲你的心脏的储备功能真好，伊就免跳很济，伊就有够啊。对对。啊，我咧做胰岛素咧，对啊，当然是爱甲糖分控制要好些。哎，对对。啊，但是那是有当时啊吼，空气较歹，安尼感觉喘气拢一直喘袂出来。我当然啊，大家人空气歹，大家卖安尼。你住对啦，你住对咧，空气歹。我住阿里嘉义咧。我嘉义哦。嘉义最上遮。最上遐空气。咁未歹，应该是还好。啊，有分化炉哦，哇！安尼都无法度嘿。未啦，啊，你即马安尼心跳啊，咪都血压拢真好，嘿。OK。安尼正常，正常。好。我问医生，伊就讲无紧啦。对啦，无紧，吼，好 ，OK。好，来，我阁接一通来，请讲。陈医师，你好。嘿，咱对。我要请教你一个，我遮迄条大料。大料好，啊，你讲。诶，警告一个问题哦，你糖化血色素哦，原本是讲迄条97，97咯，无啦，糖化血色素无遐悬啦，一般是正常头六一下，啊，你若控制无好势，超过，你迄讲的97是血糖吧？你可能是血糖吧？无，我去泌尿科医生看哦，伊讲97，安尼先悬。糖化血色素那管个高头其实当然少管啦，照讲是比较管的。泌尿科是不是 PSA？ 诶，你讲严格，你是不是射物线严射物线的迄个特异抗炎叫做 PSA 迄个？诶，对啊，泌尿科是安怎给你验糖化血色素？哎呀，爱多验血，啊，佮验迄个小便。哎，爱是怀疑啥？他也在跟你讲糖化血色素。怀疑我是泌尿的问题呀。啊，那是 PSA 啦，迄不是糖化血色素啦。哦，不是啦，嘿。好，你这个等于个问我清楚哈。我，你哪讲迄个？哎，不能爱超音波哎。嘿，对，因为你那 PSA 吼，这点管，假如怀疑讲。你怀疑你的射护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啦？对对，啊，所以你爱搁再进一步，搁用迄个超音波，还是迄个磁振造影，搁再检查一下。有迄个癌，惊你生物件啦，惊你生物件啦，嘿，射护线来怀疑啦，吼，哎，是安尼，有，吼，好 ，OK， 好。哎，请你讲。哎，陈医师、吴医师，你们两位平安。好，平安。对不起，我想我不是要问心血管的事啊，我可以问其他的事吗？看是什么事啊，我们不懂的就没办法回答。我知道。我想请教说，我那个胸骨啊，哈，拢会常常拢会安尼，一只乌青啊，拢无讲着啊，啊，然后我个想要讲请教，讲我这两三天哈。到手吼，常常我麻，唔知什么原因。OK， 好，来，你大概若讲手无缘无故，有当时爱乌青吼，较临床上开始有拄着，就是讲你的血小板吼数目
够低啦。一般你那血小板的数目，那低于五万以下，有可能就是你不去弄掉，伊家己原来血块会迄落乌青会出来安尼。嗯，凝血功能的问题。你讲麻是对呀，手麻是脚麻。一登记也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到这要做一段落。但是呢，后礼拜我会阁请吴定国医师吼，过来甲咱上节目吼。因为伊还阁有足济，除了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知识以外吼，伊对这个运动啦，对这个音乐啦吼，甚至钓鱼啦吼，伊拢足济知识。一当和咱分享的足趣味的，伊的人生足精彩的故事吼，后尾摆我要继续来甲请教吼。今日伫遮多谢大家收听，多谢定国兄今日来接受采访，多谢，谢谢。